爽，每天都给你好看。暴走玩啥游戏？买暴走周边，上暴走旗舰店。我是人，准备好了没得？我准备好了没得？杭州一所中学专门为老师设立了恋爱假、亲子假、幸福假，每个月可以享受两次假期，每次假期不得超过半天。老师们好幸福啊！那同学们就不那么幸福了。由于体育老师休恋爱假，音乐老师休亲子假，美术老师休幸福假，他们都有事来不了了。所以今天上午咱们上四节数学课。日本一家机器旅馆为了降低成本，先把一半机器人员工都给炒掉了。机器人要为人着想，你不下岗谁下岗？美国一个人把他给女朋友价值2000英镑的求婚戒指埋在了地下，然后让他女朋友拿着金属探测仪一个人去找，多浪漫的哈！什么浪漫的吗？他是在告诉女朋友，亲爱的，咱们的爱情入土了。你像那个锤子，他的意思其实跟女朋友讲，想要找到老子的私房钱，给我掘地3次才可以。前几天，天津的一个殡葬企业想要开个年会，酒店不但不接待，还说你们在开年会，怕不是要在我们那儿摆满了花圈了？你说气不气？这个酒店真是没有眼光啊！那些 ofo、滴滴、美团算什么呢？这个殡葬企业才是最烧钱的企业吗？说的有道理哈。哎，还有电视上那个小罐茶，晓得不？普通人一天最多炒40斤茶，那8个小罐茶大师算起来，每天要炒1466斤茶，不可能嘛？那个，要不人家怎么是大师呢？这才是真正的快手嘛！看过那电影没得？《亲生儿》，主演呐都是吴秀波和白百合，主题曲是薛之谦唱的。那个配置巴适得很嘛，我看还少了一个啊，武术指导蒋劲夫。还有一个京东金科院也准备研发一个 AI 养猪系统，那个智能终端呐、只要扫描一下猪的脸，猪的体重、食量、运动强度，不管啥子信息 ，AI 都能够晓得。数字时代嘛，连猪都没有隐私了。那我再关心一下人嘛。国外一个科研的团队说，他们可以把一转移的癌细胞变成脂肪细胞，太直皮了，真的。科学家是没整明白呀，胖也是癌。停车。啷个？我还没说完呢。我到了。哦，那拜拜。好了，这个春节档。有2部科幻电影同时上映啊！看完电影，多希望自己身边也有天外来客。哎呀，突然降临，睡醒之后啊，却发现三姑妈牵着熊孩子突然降临。多想和地球一样在宇宙流浪，你妈呢却叫你在家考公务员吧，不要再在大城市流浪了。科幻电影里面的神奇世界，有一天会真的变成现实吗？年初，《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爆炸消息。加拿大收到了15亿光年外的神秘重复无线电信号，一时间呢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外星人就要打过来了啊，有人说这只是自然电波而已。究竟有没有外星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很多民间大神是确实说啊自己接触到过外星人。哎，有人在黄河边上遇到了外星人降临，一共5个外星人站在那里，他们站在那里呢看着我，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与外星人进行激烈的搏斗啊！当时大概就捡起这么大一块石头，我就朝那个飞碟这样就砸过去了。打不过之后还电，往回逃跑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没有忘记跳起来跨过自己布设的电网，但是后边跟着追的那个外星人啊，他却没有看见我下的电网，还真就把外星人给电死了。就打头的那一个，一下子趟到那个高压电网，就电死了。作为胜利者，当然是要羞辱一下手下败将。逮着一个，跑了4个，就是万一我想，就是说哪一天那4个外星人，再来找我的时候呢，并不是有意把你这个同伴电死的。被电死的那个外星人临终前也很憋屈啊！地球上最会发电的那个人，不是在山东临沂吗？好，还有人受外星人委托建造了一座外星人科研站，天下知我有几人？两球新人真兄弟，多么朴实美好的宇宙愿望啊！还有的人啊，在路边摊看到了一个石头，哎，这个石头怎么像个核桃？哎，不，像外星人的头骨啊！哎，得研究一下。哎，先写了一份103页的检测报告，
再召集了一群 UFO 爱好者开了一次外星人头骨研讨会，会上呢就有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这不是外星人头骨，这是海人头骨。没经过官方证实呢我们不好说啊，但是从这个东西的光滑圆润度来看，这个外星人生前一定被其他外星人盘过好多次吧。关于地球人跟外星人的关系啊，霍金还有三体之中都明确地表示，人类应该遵守黑暗丛林法则啊，暴露自己的位置就会受到外星人的打击哦。我更愿意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宇宙的关系啊，等几个世纪过去了，外星人真的到达地球，或者地球啊到达了外星，为什么就不可能和谐共处啊，互相帮助呢？我们畅想一下吧啊，几个世纪之后，当你睡醒打开窗，天空中传来了土星人发来的语音电波，银河系首家线上赌场上线啦。当你出门，大街上停了好多共享 UFO，远处啊还有一条队伍一直延伸到了大气层哦，那是在排队退共享 UFO 押金的地球人呐、啊。你没有去排队，因为你昨天用火星文给共享 UFO 总部写了一封邮件，获得了优先退款权。你用天文望远镜看向月球，发现月球停满了外星人的宇宙飞船，他们因为是外球牌照限行进不了地球啊，只能暂时停靠在月球。你还看到兴高采烈的粉丝们包下了一座座宇宙飞船去海王星为凡凡打歌，凡凡的新歌一晚上便占据了海王星单曲榜的 top 10。 你又打开电视，哦，看到电视上正在转播一场拳击赛，那是徐晓东质疑天王星人的拳统功夫没有实战意义啊，向天王星武术界发起挑战。只见迎战的天王星人使出了一招天王电磁波，哦，徐晓东倒地久久不能站起，从此退出了江湖。这个时候啊，你接到了一个电话，哦，是你的朋友想拉你一起创业，在地球八个国家找八个老农民不停地挖土，把他们挖出来的土放到八个小罐子里面，取名小罐地球，高价卖给外星人。你听到一半就把电话给挂了啊，因为你已经买好了一堂课等你去听啊，一个外星人教你怎么在三维空间里使用四维逻辑让你变成成功人士。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所以我特别的有感受。兄弟，我们这里是编剧的大神的，又不是演员的大神，总是在这里哭。小的时候，我经常趴在我父亲的肩头上，看着他一天天变老，我却因为工作太忙都没时间陪你。兄弟，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两年没有工作了，没得时间陪你爸爸。总之，这个剧本跨度30年的时间，讲述了一对父子因为一件小事。多像和从前一样，见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心。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好了，开始吧。董事长，那是什么？哦，那是王叔送给咱的麻雀。那是什么？麻雀吗？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什么？麻雀，麻雀，牛肉树都要变呢。哎，那不是老头，今天你怎么回事啊？跟你说了，麻雀加球，牛肉树都要变呢。我今天一堆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别烦我了。
1996年12月27日，晴。今天带着儿子去公园。儿子长得真快，已经能跟我又说又笑了。儿子看到了一只麻雀，他觉得好新奇，于是一直问我：“爸爸，那是什么？”我回答他：“儿子，那是只麻雀。”他问了我整整28次，我也回答他了28次。儿子，希望将来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这样，你会抱着我，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我也爱你。你好恶心呢，恶心。消失已久的熊孩子为何重出江湖？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又如何通过了家庭资格证考试？本期节目将带你走入一个失格父亲的世界。您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醉酒带孩子。您不知道醉酒带孩的后果有多严重吗？不太清楚。那您的驾照是怎么考的？买的。根据李某的供述，记者来到了这所名为孩子堡的驾校，但没想到的是，刚进校门不久就遭到了粗暴的对待。进来的啊，干什么？给我收了！你别乱动，我们是学采访许可的。采访许可怎么了啊？你们不走啊，我就放孩子撞你。这些都是熊孩子，可没人管的，我告诉你啊。不是，像您这样粗暴教学，能教出好的家长吗？你懂个屁呀！啊，我不骂他们，将来出了驾校都是孩子杀手。你走不走？走不走你？你能不能别？你不走是吧？小玲，把孩子给我开过来。好，教练。因为校方的不配合，采访的进展十分困难。到底当时为什么要买驾照呢？带孩子实在是太难了，我从小就没怎么读过书，考科目一的时候我就抄的别人的，后来实际练孩子的时候又是我拖后腿，我不买我实在是没办法。一名的道题啊，都给我记好了啊，下面是选择题。瞎呀你呀！啊，现在应该给孩子喂三罐奶吗？啊，傻子，干嘛的？孩子超车了，澳大利亚去了。这四个图标哪个是表示孩子饿的？空中飞人啊！啊，不系安全带呀、啊？傻呀你啊！啊，那孩子要饿了，是不是得把嘴堵起来呀、啊？选 A， 将来把孩子都锁在家里，别放出来。危害社会，知不知道啊？今天是模拟考试，李志杰，到，你带孩子到那家门口。好。就看你怎么做家长的啊！到底是谁？你嚷什么嚷？你把我儿子吓哭了！是不是你家熊孩子砸我的玻璃？你这么大人，你跟孩子计较是什么？砸了玻璃你还有理了是吧？我赔你一块玻璃，赔你钢板的。还赔得起吗？你赔的？你怎么这么蠢呢？啊，就这么当家长啊？老赵，哎，过来给他示范一下，走。喂，小兔崽子，我跟你们说，不要着急，这位先生，窗户
我一定会赔偿你。儿子，你打碎了别人的玻璃，只能享受一时的快感，可是带给这位丑叔叔的痛苦却要持续很久。好懂啊。想想如果这位丑叔叔坐在，他是老学员了，一不小心几十年前在这考过驾照，这不孩子一直不结婚，驾照被吊销了，只有回来补考的。做事情好厉害，多考考别人的感觉，学着点儿。好了，好，大家呀，记住这次操作啊，最后的路考了啊，都给我精神点儿。从这儿啊，带上顶楼，孩子不哭不闹，就算通过。小李，你先来，快点。你的肚子你也敢摸，你就坑我吧你。钱包裹啊！就这样，我才拿到了驾照。后来我听别人跟我说，那是个黑驾校。既然您拿驾照这么难，那干嘛还非要生孩子呢？我这不是被逼的吗？我爸跟我说了，再不要孩子就跟我断绝父子关系。那您自己就没有想过，没做好准备就生孩子，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吗？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从小就听我爸妈的，我总不能不孝吧？再说了，我爸妈也不至于害我吧？那您的父母之前通过考试了吗？嗨，我亲爱的，啊，肉麻，哪一台？这个是吧？那我跟你讲，你给我搞一个那种快乐一点，就是 happy 的那种 BGM， 好不好啊？我不想搞那么凄惨啊。父慈子孝啊，难道就一定要那么天朝地苦吗？父亲，现代社会的父子感情啊，应该更密切啊，更和谐。亲情应该是送礼上天的翅膀，而不是沉甸甸的踢脚。啊，我这一次的作品啊，就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健康的、和谐的、正常的父子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儿子，那是什么？哦，那是王叔送给咱的麻雀。那是什么？麻雀吗？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是老头经理，怎么回事啊？跟你说了，麻雀加球。1996年12月27日，晴。今天带着儿子去公园，儿子看到了一只麻雀，他觉得好新奇，于是一直问我：“爸爸，那是什么？”我回答他：“儿子，那是只麻雀。”儿子，希望将来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这样。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我也爱你。这是麻雀，是文鸟科，麻雀属27种小型鸟类的统称。爸，这是麻雀，是文鸟科，麻雀属27种小型鸟类的统称。科技让沉甸甸的爱更加轻盈。好的啊，果然呢，这一期有好多奇奇怪怪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子啊，来。今天中午吃的火锅鸡，然后晚上又吃了泡面，还喝了可乐，又吃了一个面包，还吃了辣条。哦，对呀，那这些都是你不可告人的秘密哦。我是火粉。哦，我是米线。我该去洗澡睡觉了，可是我瘫在凳子上不想动，我只想玩手机，我不想站起来，不想去洗澡啊。啊啊，你的生活好多无奈哦。哎呀，那你就不要洗澡了，你不要站起来了。哎，你叫你的室友哈打盆热水哈，兜头给你淋一下，然后你像条柯基一样撒一下就干了啊。你就在椅子上睡吧啊。好，下一个。我是一名高三生，我要加入扶贫的队伍。好，不错啊，但是我比较推荐的顺序啊，是你自己先脱贫，你再扶稳爹妈啊，再去扶别人。然后下面有两条说好累好累的，我们听一下吧，来。最近一直都在考试，好累呀，但是我会加油的。嗯，加油。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刚开始上班，所以说我就觉得很累，然后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家。嗯，你们都好累啊，但是你们都没有上面那个不想洗澡的累啊。好的，本期大事件到此结束了。没有，就是那个地方。还有一边门呢。